开心。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哎，我只是很好奇，就是说你是跟谁学的？是 YouTube， 买这个啊 YouTube 那个有个老师高手的就可以教你。那他有没有看到你吹？怎么可以指导你呢？不用啊，你就是就很简单嘛，你看。练气，自己把它气啊，用那个腹式呼吸把它气练长，啊，练长，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其他就是要有，我有点小小的音乐细胞，就是用靠，我不用乐谱啦，就是乐在这里，谱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哆来咪都不知道，就是靠那个直觉式的吹法，你哆来咪都不知道，你那什么直觉式，直接式就是接下来吹哪一段就知道。我只有小蜜蜂知道而已，说明蜜花蕾的，其他都不知道。那因为蜜花蕾是小时候学的，所以啊，这个我可以吹几百首都。乐谱你怎么记啊？你带着就不好玩了、啊。乐谱你带在前面啊，要不要给小朋友听啊？这样去看乐谱，就不太好玩。所以要练成这样子。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只要听到一个音乐，我会唱的大概就会。但是我不会唱，我要把它先学。不会唱，我要先学听好，以后再去吹这个，要记在里面。像我几十年的大学时代，是四十几年的大学时代，我的歌现在马上就吹出来了，都不必看乐谱了。不用。哦。我可以随便吹个英文歌也可以，就大学时代啊。哦，对，那。对。这首歌嘛，也可以披头士的歌也会唱啊，也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买这个我这个大概一年了，我去年七月开始吹，吹到现在一年。那这要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在美国可以买到，上网买到啊。在美国买的？对，上网买。上网买。一个名家，夏威夷名家叫 Brad， 他很有名。啊，他里面有教钱的，教人家吹，可是教的时候要有一点诀窍，因为他教不是教的很详细，你要自己抓，要去练啊。像这个气，我都带狗狗出来练气。那你已经买了一年了，一年了，对、啊。那每天都有吹吗？几乎每天，公司啊，公园。公司是？公司自己开的公司。啊，你还在上班？还在上班。哦。自己当老板。哦。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事实上我是鼓励大家吹，因为这个哈，你知道中老年的这个气很重要，你就有没有那个腹式呼吸，那个丹田就这样，吸一口气，吸一口气要吐很多气，那个叫丹田练习。啊，刚才就是你找到一个来健身就是这个了。哦，这样，实在是了不起，了不起。没有，了不起是好玩，但是我认为说每一个人啊，最少对音乐自己发掘自己的潜力。因为我，七月开始练的，因为十月我发觉我有潜力，为什么？我以为本来是音痴，后来发觉，我怎么会的音大概就吹得出来，就练，你像我都不知道左哆来咪都不知道在哪里啊，我只知道就这样吹啊。哎，实在非常的。那你有同好吗？你在台湾有找到同好吗？不是，想找同好。啊。我也很想教人家。啊。我在把自己这一年这样是很快哦。啊哈。很快，但是我也想找一些看能不能要来学习的，我来教他。哦。他教他是很会的，而且我把自己的那个吞吐的诀窍来教他，那这是最重要。乐理你还可以看谱，教他吹。问题是吞吐的诀窍要真的最重要。请问这个要多少钱啊？这个是300块美金。300块美金等于10000块哦。大概是9000多吧。哎。但是如果是可以让你那个愉快你的人生，不要好机智啊，低调、西调、基调。
哦，还有很多只。也不用，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后，因为年纪大了，不用再去用一次的背弄好多的钓，实际上也可以的。我比较懒嘛，而且现在的 class 是可以这样，当初是 class 是以为说一只要一钓，后来发觉说买个基钓低钓。啊、那这也可以吹半音吗？也可以吹半音。半音是这样。呀、yeah. ，半音是这样。你看哦。就先吹就好变。啊。这很方便。啊，这个就变成吸带。到什么地方之后去，人家干就哎吹一下就吹吹吹，小朋友这就童歌。啊，大人就吹那个就是老歌啊，怎么样怎么样。嗯，是、啊，这是他陪我练的，他是我的那个第二本师。他我在吹的时候，他就这样看，他就好像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可是他很喜欢我吹，他很喜欢看我，我就发觉好像是本师啊。啊，所以你的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阿比 ，Happy， 他叫 Happy 啊，所以你叫阿比。九年的。啊，九年的老狗了。哎。啊 ，OK。很高兴认识你，谢谢啊！我是公民记者，哦、好奇宝宝啊、哦在这里，在、哦、这个可以你可以上哪里啊？在信义这应该是南港区的义城公园跟大家报道啊、你可以上 Google 打公民记者好奇宝宝，这样就看到了吗？就可以看到那个 Pet Ball 就是公视新闻平台、他们对我做的一个访问、哦、真的、啊、那里面就有我的其他的报道、哦、这样子或者是你用好奇宝宝台湾发声声音的声、哦、好奇宝宝台湾发声声音的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那里面可以找到我的文章分类。可是你如果用公民记者好奇宝宝，就是我在公民新闻平台上面的报道，就没有看到部落格，就是一篇一篇的最新报道，就不知道我整个的全貌。好了，好奇宝宝台湾发声，台湾发声。哎，这个是部落格。部落格啊，就可以看到我这个吹的啦。哎，我要回去弄啊。没关系，我都慢慢来啊。哎，你要等我回去弄上去。我可以这样讲，你可以在里面宣传一下。对。我很热心的会在这里教大家。啊，是。哎，这个东西是你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而且呢，你对身体非常好。还有一个音乐来那个等于是修饰你的人生是很棒的。哎，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啊？排笛。排笛啊，排笛啊，排笛。那我在新闻上要用什么名字称呼你？我姓周，叫做周碧烈。忽必烈知道吗？忽必烈。忽必烈啊，知道。啊，周周公的周啊，忽必烈的必烈。啊。就是我的名字。周碧烈。周碧烈。啊啊啊！忽必烈。忽必烈，周碧烈，周碧烈。OK， 好，我知道了。你可以用玉成公园，我的标题可能会是，玉成公园。愿意分享排笛的经验哈、哦，不要说我是老师了，就是说大家互相研究。不过我这一年呢，我是蛮努力在学，因为我想去，比如说，孤儿院啊、监狱啊去吹嘛。是。啊，现在有人叫我去，结果他们是这样，他们一定要集体行动啊。如果老人家不行，比如说啊，八点在那集合，啊，到哪里几点？我没办法，你知道吗？我老人家没办法，我就是说，你叫我去，我就。说什么几点跟我讲，我就去，然后就回来可以。你不要说要整体活动，那我们要想的是 easy life， 就是说很愉快的人，不要说有一种拘束，哇，拘束就、为什么要集体行动？你只有一个人呐、啊，你要跟谁集体？他们就是一个 group 嘛，比如一个单位，对不对？他们有跳歌跳舞唱歌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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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也是这样。后来他说不然这样了，周先生，你要参加客串好了。啊，后来我想想，客串，啊，我跟别人不一样的话，就怪怪的，你知道吗？没有说一个组织的感觉。我说啊，算了，看看有机会再说吧。是啊，我很愿意啊，我去那吹的，保证大家会很喜欢。大概什么歌都会嘛。我可不可以跟你那个邀约一下？我妈妈在那个后山坪那边有一个。那个养护所，好啊，你我去问问看，我很愿意，对对对，他们有一些唱日本歌的，有一些什么的，日本歌都会啊，好，那我可以跟你要一张名片，我要你一张名片，好不好？好，谢谢啊，哪里？
我就练这个主要的这样做好事啊。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名片吗？我名片不可能带，我这样上不了。啊，你上不了，好吧，好，下次。